Okay, Richard, let's go. Richard 刚才又耍帅了，太牛逼了。不过，今天现在你看雾也起来了，所以说现在不适合拍摄了。不过 Richard 现在要教学生了，所以说正好，这个我们就跟 Richard 说拜拜了，拜拜。对 ，Richard 有没有最后想告诉就是中等级别的滑手，就是那些还在纠结于怎么 carving 得更帅一点的？固定器角度，前脚正21，后脚-9。负九也是打开的，你拍一下这个。前脚正21，后脚-9。OK。往后是-9，往这是正的嘛？正的，负的，正21，-9。啊，这样子比较好一些。这个角度的话，做 carving 的话比较 efficiency， 但是还能兼顾平花。是。如果想纯 carving 的话，前脚的打到50多度。哇塞！有那直接就这么站的。哇！你拍一下。大概是这么站的，对，哇，那你得换那种板了吧 ，carving 板。这个也行。OK， 我看你觉得你没有说脚没有完全压在前脚，就是说两边是平均的。我折叠的时候，它是平均的。后脚撑实了，然后这么跪下去。OK。然后我出刃的时候这么撑。OK， 下一次再找个飞上说吧，拜。